开始开会了，我们下个咨询呢是自由发言的时间。那我们自由发言呢，照顺序来的，每个人有10分钟。那第一位首先咨询呢，就我们古木花酒，由我们古木议员呢，10分钟的时间。古木花酒，开始。好，谢谢主席。督发局长，我想请问一下哈，之前我已经咨询过，然后市长也答应了哈，就是永康的区公所未来迁移到永康炮校之后，那个区公所将会变成我们原住民的文化会馆哈。是。那我们族人非常的期待，但是这个大概2年前咨询到现在，这中间相关的进度也都没有，好像也都没什么进度了。所以我在想说，这个部分可能就要回到永康炮校的迁移的过程哈。迁移的进度是如何？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详细的报告一下？那什么时候我们的永康文化会馆可以正式进驻？感谢议员对这一个会馆的一个关心啊哈。那我先报告一下，就是永康炮校它是要有目前呢要进行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关庙炮校的一个设计跟建筑了哈。那这个部分已经目前各个项目都已经确定在展开当中。那关庙炮校的一个设计呢，公务局也已经近尾声了哈，现在也在准备这一个发包作业。那关庙炮校的部分呢，大概是107年底到108年初之间，关庙炮校会全部建好。那我们永康炮校这里呢，就会分两个阶段哦。第一阶段现在是已经在进行的，是这个第一期，就是整个炮校西侧16公顷的这一个部分。那16公顷的部分，地政局已经进行区段征收，而且目前工程呢已经陆续在展开了。可是整个炮校的部分要等到关庙炮校确定迁好建好了，他们会大概用3到6个月的时间整个搬过去。所以整个目标是在108年完成整个永康炮校完全迁移到关庙的部分。那接着就会进行永康区公所迁移到炮校里面来的一个部分。那个建筑物基本上在区段征收里面不会去动它，它不会去动。所以到时候永康区公所可以直接迁到里面来。那到时候腾空以后，就可以让这一个原住民会馆这里呢开始来进驻。那不过就有关整个流程来讲哈，虽然看起来是要一步接着一步啦，那不过我认为比较好的方法就是说，等到在107年到108年之间，整个会馆要怎么样设计以后来进驻来改建，倒是从那个时候就可以开始来进行。那这样的话，在衔接上会比较顺，不用等到说永康区公所他已经都搬迁了，然后再来进行这个规划设计。那这样中间大概又会有半年到1年的落差。我想这是在过程当中会比较好的方法。我们也之前也是建议永康区公所也可以在106年或107年就开始去检讨未来要搬迁的时候那个空间到底足不足够，那有没有需要做什么样的改建。那这样的话可以配合这个永康炮校的迁移哦，一步一步，但是其实它很多都是并行的话，那时程是可以缩短很多。我想这一点是会给这一个原民会馆这边的一些建议啦。那当然永康炮校的迁移的部分，督发局跟公务局、地政局，我们三个局是一定会通力合作来加速这一个工程的进行哈。那会希望在就尽量赶在这个原定的期程里面把它结束。好，谢谢局长很清楚的说明。那个民委会主委，好，那刚刚已经有讲到了吼，那大概要到108年才能够正式进驻。那可是之前我们就可以提早做规划。那这个部分，主委，你有没有什么想法跟规划？好，就上次我们市长指示以后，也在这边确定走这个方向。我们都已经调请永康区公所把整个的这个结构图，甚至空间的配置图都已经取得，也跟议座这边把这个图跟议座报告。目前那个主委，我这边是要你很清楚的告诉我说，好，我们现在未来106跟107，你打算针对未来的永康文化会馆，你那个未来的前置作业的期程，你有什么想法？我想。如果说假设108年要进驻的时候，107你就应该外观可能要做一些
做一些变化哈。那这个部分相关的设计想法，然后你可能以后要怎么样在内部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可能使用的一个规划或管理，这个你之前就要先想好了。那想好的话，你之前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些可能也要跟我讨论，也要跟我们一些族人做一个讨论。那这个东西，我是说这个部分的前置作业，其实你应该就要提早就先想好了。你有没有想法？有，就是在我们的工作进度是明年，我们就像督发讲，我们前置作业就是要先做定位分析，就是我们这个会馆以后实际我们台南市的我们7000多位的我们原住民。要怎么利用这个？我们先做定位分析。所以你106你要怎么做？你106的现在做什么？做初期的规划，整体的以后这个广场的应用的规划，跟我们的实际需求来做一个规划。那107呢？107也是107以后，如果我们整个定位规划好了以后，就按照我们的规划来开始做设计。107就开始东宫外观的设计。可以做整体的设计。好，那这样子的话，我希望主委你明年106、107，你大概一段时间都要跟我报告进度。可以，没问题。好，那市长，您承诺说永康文化会馆那个地方现在区公所会成为原住民永康文化会馆，然后因为我们这一届的任期就只有两年了吼，不到两年了，市长你就要离开了吼，我很担心。如果这个东西如果没有进度的话，新任的市长他会不会也一样承诺这个地方不会改变？这是我非常担心的。市长，你给我的承诺，下一任市长他会买单吗？因为是。所以市长，我希望这个东西能够有所动作，然后甚至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保证，这个文化会馆在你这两年的任内，你有什么样的动作，确保未来他不会因为。那个市长换人了之后，哇，你的承诺全部都泡汤了。是，跟古木花旧议员说明哈，因为市政是延续的啦。既然我在这边跟议员承诺啊，这个政策会继续下去。第二点呢，就实际的执行方面，明年可能这个汪主委这边跟议员这边就可以就结合我们台南市的原住民的社团，大家可以共同去讨论这个未来的空间。你们的需求是什么？你们的规划的理念是什么？啊，同时呢，也跟这个建筑师提供给建筑师啊去做参考。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未来在发包设计的时候，才不会有距离啦。这段时间我比较建议你们，就像公民论坛的方式啊，大家去讨论这样啊，包括方向，包括需求啊，未来发包设计的时候才不会有偏差。然后大概108年。你们就说的这个永康区公所的同仁进驻到永康炮校的时候，那你们就可以实际上去做这个开始这个装潢或是整建的工作那这样的话一步一步下去就不会发生你担心的事情。好，所以市长，我这边就是要知道说未来这个政策不会改变，不会，然后呢也希望说可以确定知道说这个进度到底是什么？对，好，然后就像这个主委，那这样的话，你后续这个部分你就要积极的去处理，好不好？好，谢谢市长。还有哈，这边因为我在总咨询的时候谈到族群主流化政策哦，那未来台南市要推动这个部分，市长您承诺说要成立相关的那个推动委员哈。那最近呢，桃园市哦，他们已经就是他们有推动那个。通过那个桃园市原住民发展自治条例，我在想，其实我从我的一直以来的质询问政后，最终它那个整个脉络下来，我们从族群主流化的概念，其实是保障我们各个族群在台南都能够生活有保障，能够生活的幸福安定。所以呢，其实这个东西呢，不会随着说市长您离开了。然后呢，这个政策很多的政策没有办法延续，所以原住民不管是原住民还是客家族群，未来在这个生活保障的相关的这个权益的部分哦，其实都应该要发展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自治条例。所以市长，我们应该要属于台南市原住民或者是客家族群的
发展自治条例。所以这接下来我们走族群主流化的时候，怎么样让原住民族群、客家族群的文化生活得以保障，法治化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接下来也希望市长还有我们整个市府团队，还有民委会主委，未来朝这个方向你们去思考一下，我想这个会是我下一阶段会去重视的地方。好，谢谢。好，谢谢我们谢谢古木花就议员。那我们接下来由张世贤议员和王家珍议员两个共用时间为50分钟。那张世贤议员、王家珍议员请。20分钟，一个人10分钟。几分钟？我不知道，一共的呀。啊，谢谢主席哈，赖市长，我还先搞一下。那个丁议员，我赞。本身哦，伫做奠定的时候，差不多18高档啊哈。啊，从这个外宽道路就是17级线哦，已经拢有拓宽加完备四五里啊。即个村哦，四五里加第一线这个安溪桥这段吼，啊加。74线甲边高道迄段吼，也未拓宽尔吼，啊，即马即个经费都落来啊吼，我希望讲迄、那个边高道迄一定爱拓宽啦吼，啊，南平个水沟嘛是要拓宽，啊，着爱一贯吼互通，安尼哦，对阮北河镇吼来讲吼，迄、那个交通个即、這个流量吼较会顺啦吼，对阮北河发展吼啊较有帮忙啦吼，啊，遐久啊吼，从18高档前啊，伫忙到即阵吼。啊，你的这个也是证件内底后写要新华科，这个新年新华科内底吼，这个要来做，啊，进度有这个经费啊。我希望讲吼，这拓宽也好，啊，边沟都爱处理好势。啊，这个咱道路吼，迄、那个原地所有权的迄，啊，一并共征收，吼、啊，啊，这中央的钱，咱地方啊配合吼，啊，部分啦吼。那征收是一半一半啦，啊，那是迄个工程款是82%甲18%的分别啦吼，啊，就已经有啊，啊，你爱赶紧吼，啊，即爱甲处理好势，啊，赶紧去说明话，互人地方吼，即做有所有权的吼，伫道路有所有权人吼，较放心啦吼，包括迄个做拆迁补偿费，迄拢一定爱并甲处理啦吼，这是伫只安尼，该做一个建议啦，啊，赶紧去处理啦吼，啊，该我们该感谢啦吼，啊，第二啦吼，就是讲这个，即摆啊，咱台湾拢咧讲有70-80%的这个福岛的佛山的这个食品问题啦吼，是讲哦，真奇怪啦吼。啊！大家民进党，大家平常时都爱提价红，爱提价的安尼，爱涨价的吼。啊，当这代志也拢无得涨。啊，有70-80%吼，我是讲哦，啊是怎啊？是爱良心啦，爱有这两字啦，吼、良心啦。你医生嘛，啊，你这林局长你嘛医生嘛，医者父母心嘛，对不？哦，啊，我讲啊，这对这个身体有损害的工课，啊，恁一定吼。啊，拢唔敢讲两句啊，半句吼，啊来对这个做看法哦来讲哦，真不应该呢。因此，即阵的时候，我有甲市长讲，我送你吼、迄、那个证件吼、3天呐、啊。我你含一天你都唔敢。哦，市长啊，我讲吼、现在百姓这个反应吼、70-80%吼、你嘛讲两句啊公道话、良心话。哦，执政也好啦，做人好，做药也好啦，拢爱良心啦。是。哦，我讲来讲哦，这唔是讲暂时讲你安尼骗的过就算对哦。我嘛唔是讲你骗啦，你爱讲实在话啦。福岛吼，迄顶下迄来谈判是讲，福岛讲，咱若唔甲政治因政教福岛的食品讲，会伤到因福岛的百姓的感情啦。因福岛用迄害死咱的囡仔仔吼，害死咱下一代吼。因互咱食，伊都不咧感觉讲伤害到咱台湾人民的感情啊！啊，伊怎个那么做朋友？是滴，我请问你啦，市长，我请问你啊，福岛灾害时，咱甲捐款捐偌济啦？福岛，用3.11亿嘛，吼，3.11亿对。哦，对啦，你讲问啦，咱台南市嘛，还是？哦，台南市啦，
台南市差不多一票啦吼，然后一亿通安尼，一亿通呢？哎，啊，咱遮零五零六时，地人伊敢管偌济？即我爱阁统计，因为规模无同款啦。哦，好，规模无同，即摆两组朋友吼，好掠什么计较啊？对唔对？是啦。哦，大家感情都好起啦。啊，因吼迄个要害死囡仔啥个物件，因家己都唔食，啊要来互咱台湾食，即种朋友阿咧做？不啦，不啦，迄、那个店员，那总讲日本无上市的食品，台湾是绝对禁止进。我讲你啊，啊那安尼有禁止嘞，林局长，前两三工。报纸拢在刊呐，啊，咱只掠到迄个福岛、福岛遐迄个、迄个、迄个食品的进口遐咧。哦，无进口，迄毋是进口。啊，无，迄是偷渡的哦，走私的哦。请林局长甲你说明。唔免啦，唔免啦。我讲明啦，第一点啦，第二点，咱的人员哦，这检验人员不足啦，机器不足啦，赶紧吼，你到迄个税金啊，拢收了些，即种要增加落啦，或者啊，做卫生局吼，赶紧去执行这工课啦，唔通吼去。迄无检查一个福岛吼，即即五关啦，内底食品来啦，害死咱的囡仔仔啦！我要甲你讲讲吼，市长啊，爱良心啦！我是要让你讲吼，咱吼做代事爱良心尔啦，不管吼你要安怎讲啦，吼，迄是咧代事。咱当然是凭良心做代志。咱这边吼卫生局查到，迄个群马县甲福岛其实是两项啦。好啦，一项是糖啊，啊一项是菊若，因为拢唔是进口，伊拢是输人炸。我讲你啊，反正都福岛来，迄个县市来啦。我讲你啊，输人炸。你我讲你啊，市长嘛是卫生局去查。市长，我唔是要无要来解释，啊我也无要甲你讲安那，我是要讲吼，你若这时间要含议员小姐这时间哦，你去讲寡中央听者，讲寡公听话啦，讲公道话啦，良心话啦，唔是公听啦，良心话、公道话啦，和咱的特定个百姓，咱这做。诶、欸，这买物件，这妇孺人啦、啊、吼，吼、哦，咱这百姓啦、啊、吼，要吃爱较小心的，互因知影，啊，唔通定吼，啊，做这游的小姐艰苦啦，还、啊、是讲吼、哦，你良心退出来吼、哦，啊，大声讲出来，迄民调对你无一定较歹啦，吼、哦，有七八成吼、哦，你讲出来吼、哦，人会甲你认同的啦。啦我是咱就事论事啦吼。迄、那个张议员，另外甲你补充，你他讲的南七十四线拓宽甲一七二线，啊，其实这拢唔是中央的钱哦。好，好啦，啊，尊公唔是政府哦，啊，拢强加起来吼，十亿桶啊。好，好啦，你赶紧去做啦。啊，这是表示讲咱台南市政府对大，对大生命提供关心啦，吼。咱有边境会，啊，你这边过了，赶紧哦，较早去人说明会一下啦。我是唔是要甲你讲，讲无要做啦。我讲吼做啊，较紧的，安尼啊，啊，哦，百姓较安心的啦。我主要是要让你知影讲，嗯，这钱唔是中央的补助，这是台南市政府诶主编的经费。啊，咱拢咱来吗？关键看拢是。拢咱来，拢咱来。到两条路线。到一外遐啊，拢咱来吗？是啊，无唔对。拢完全拢咱来吗？是，无唔对。好，好啦，拢咱来，啊，你赶紧你咧共先手共办好势啦。好啦，哦，好好。来，接着麻烦一下哈，这个来第一张，麻烦一下，那个市长你好。那个王议员早上。是，市长你早，那个市长。我想我们应该差不多的生长年代，这个古早的时候有点古早了。婉君表妹是知名的作家，她的一本书改编成连续剧，市长应该看过，但是看不看过倒不是重点，我们是看到了当年缠绵悱恻的爱情，但是后来我们非常清楚的立法禁止表兄妹的婚姻，应该是这样吧，市长，是不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吧。好，我的了解应该跟这个电影没有关系吧？不不不，因为这个电影是非常知名的，所谓讲表兄妹的一个爱恋了、啊，当然跟他没有关系。后来我们这个立法这样子哈，那市长，来，你请坐哈，你请坐。第二章再来一下，再来一下，教育局长，教育局长。我想这个社会，所以大家维持一定的各自的一个轨迹，是因为我们有规范，是因为我们有所谓的互相尊重，让我们有一些所谓我们该遵循的法则。局长，我想请教你，下班以后是你的自由，对不对？局长，是不是您的自由？
原则上公余的时间是，当然是局长的自由，但是局长、市长，这个帅哥市长来，市长，我再请教市长一下，市长，你市长下班以后是市长的自由，但是我请教市长，以您的角色，以您的所代表的意涵，您会不会不加思考去参加任何活动，而造成对你职场上的一些影响？譬如说，市长，现在同婚追求同志朋友们追求他们的所谓的一个婚姻法律的保障，在我们社会引起两极化很大的一个互相的一个反响，对不对？市长，您会不会下了班，如我们这些非常勇敢把自己表现出来的同爱的这些朋友们，把下半身适当的遮掩，然后您就去参加活动？您，我是问您哦，您的角色，我说以市长的角色，您会吗？不管你支不支持，你支持，当然我这样的讲法是市长您是支持的。如果您是支持，如果您是支持，您会不会在你的公余的时间，您当然是可以自由选择权，我只是说合不合适。市长，我现在问的不是你有没有违法，我是说您合不合适。市长，您可以回答我吗？这些朋友们真的是非常勇敢地表达自己对他们同志爱的追求。那我是想请教一下，您的身份、您的角色，您合不合适？下班以后，即便你千支持万支持，您会不会裸露自己在最重要的部分，在性意涵、性象征最关键的点，遮一点点，然后去参加这样的游行，以您的身份？那个王议员应该这样讲了哈，不要说用我的身份呐，就是用我的个性，我不敢这样做了。好，所以嘛哈，用您的个性，但是您在说您的个性的时候，您不会忘了您是台南市的市长，是全国所瞩目的代表性政治人物，所以在您做任何事的时候，您都会在我们沿袭成熟的一个社会定位、社会身份，包括你所代表的价值里面，您会做考虑吗？对不对？市长，你请坐。教育局长，不好意思，局长，我知道您是未婚的女性，哈，把您的生命奉献给您的专业，奉献给教育，这样子问局长，没有任何不尊重，只是说，如果是不是局长？以您的个性，刚刚市长讲以他的个性他不会，局长以您的个性也罢，可是我今天要问不是个性，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社会存活，我们都有别人给我们的一个所谓的称谓，那我想您叫教育局长，您下了班会不会在三点部分，我们是女生嘛，在三点部分，性象征最强烈、最容易引发所谓的相关性联想部分，适当的遮掩之后，就去参加你下班自由时间的游行，您会吗，局长？合不合适？我没有问合不合法。议员，我想因为您刚才是问我个人嘛，是，对，第一个我想您应该从我平常的穿着就知道我应该是属于蛮平时，而且比较就是局长，我了解，对，不好意思，我这样替您回答抢一点您的时间，所以您也不会嘛，您也不会嘛，那我现在一直要强调的是你所代表的工作角色， OK， 好，谢谢局长。来，接下来市长，有一位贵党非常望重的大人士、大人物，叫做高俊明牧师。最近我不可能跟他有任何相关的接触、相关的
议题是相同，但是最近因为同化问题，高俊明牧师明白的表示不接蔡英文总统给他的执政角色，引起了相关教会不同阵营里面很大的反响。所以市长，我想请教您一下，在这个议题上，我要问您哦，下一章您有没有恐同啊？你有没有恐同症啊？市长，第一个，您，我 suppose 您支持同婚的话，你当然不，对不起，我要修正我的语言，您支持同志，不见得表示您支持现在的同志朋友们的婚姻改名法。那我想请教市长，借这个机会，您这么一个位高望重的政治人物，您告诉我们一下，您支不支持同志？就说他是同志，我们不用扣他任何那个，不用去听，他就是勇敢的一个同志。他，我的意思说，市长，您觉得同志告诉别人我是同志，然后接受我们一般正常的，爱与性或者他该有的工作权，您当然支持嘛？支不支持？我们尊重他的性向啊。好极了，市长，您今天用的字眼是尊重他的性向。尊重他的性向，那市长，我也请教您，为什么我们的课本，我这几天非常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大学生好像还没有看到他们想，为什么我们的课本里面这么样子的弄一个恐同指数，把我们越拉越远，把我们越扯越远。在市长，什么叫做多元？市长，您跟我讲一下什么叫多元？什么叫多元？多元就是不是单一的。是，市长，多元不是单一，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大家都很夯，都一定会听到，只要你稍微看一些相关新闻，多元成家嘛，多元性爱嘛，多元这多元那嘛，对不对？多元成家，多元性爱，多元这多元那。那市长，不管你再多元，是不是异性恋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不是这样子？我想是嘛，市长哈，您有一双非常出色的公子，不管他是同性恋异性恋，我想我们都给予他非常大的祝福。但是我这边接到太多家长的声音，他们在知道自己的子女是同性恋那一个接受的过程，他们也是非常辛苦的。不过我们台湾的社会最美好的就是在包容，就是在理解，就是在我们可以相互，因为我们有一个爱的大前提，所以我们互相接纳。我认识的家长，包括我自己旁边有同性恋的孩子结婚，家长去参加婚礼，但是这个过程家长在学习怎么样接受。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给我们在传统的文化习惯之下，大家对异性恋的视为理所当然，我们在学习接受同志朋友们的爱，同志朋友们的性，同志朋友也许甚至白天早上是爱男人，晚上他又觉得自己的性取向是爱女人，不管他是原来是男的还是女的，我们都在学习接纳。这个过程我们是不是应该减少争端，让我们彼此之间更多的相互理解，才是我们社会之福。市长，您同不同意我们在这么重大的议题上应该寻找共识，应该减少对立，应该消弭仇恨，应该互相尊重？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那些勇敢的同志朋友们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他们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委屈很久了，所以他们的声音不断的无限放大，
无限增加那个因被让异性恋的多数感觉起来，我们会害怕。这样子对于他们要争取未来，他们还是要回到我们社会里面去。如果他们不在意这个社会，他们就 不会需要去结婚嘛。他们如果不在意这个社会的律，不在意这个社会的规范，不在意这个社会的法条，他们就去爱就是了嘛，就去不管是跟一个人同性还是跟异性。事实上我们都有许许多多的了解，都越来越接纳他们嘛。所以市长，我今天想请教您的，寻求共识，减少对立，消弭仇恨，互相尊重，您支持吗？下一张，下一张，再往前面，把我那个法国同志那一张。好，来这，来，市长，欧美国家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但是再给一分钟，谢谢。也不是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应该学习，这个是他们其中的一种声音。法国他们的同志也有乐意出来维护传统的婚姻的，所以我们就叫做多元声音嘛，是不是这样子？多元是不是就应该包容，就应该尊重？来，下一张，市长，我不知道您在这个主题跟小英总统同不同调，但是我相信小英总统当初没有料到引起这么大的社会争议。今天我个人接触到的市民乡亲，他们是愿意尊重同志，可是他们认为修改民法姿势体大，他们是认为不管您是什么角色，那您所代表的社会意涵也请我们互相尊重。所以再给一分钟，恳请当选者是不是应该在这个议题谋全民最大的公约数。市长，市长，告诉我们的小英总统吧，立专法没有什么不对啊，因为同志朋友们他们的性爱管道是不同的，他们生养子女，他们也享有自己所谓的子女，所谓的子女，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以一个所谓我们过去的习以为常的那种管道，有子女，子女，什么叫子女？我们都要重新定义。所以是不是立专法才是真正的平等？为了这个社会更和谐，为了彼此之间我们少一些对立，多一些理解，爱当然是相互包容，爱更应该相互理解。再给一分钟，不要。市长，不好意思，既然这个我们主席给一分钟，市长能不能麻烦您给您这一分钟？您觉得我们立专法会不会对促进我们这个议题大家的对峙，或者比较可以解决，因为同志伴侣也许他是爱两个人，也许他是爱三个人，还是怎么样，是不是更能够细腻的解决他们的问题？市长，您是不是回答一下好吗？您赞成吗？我们立专法告诉我们的小英总统，让社会少一些仇恨，少一些对峙，拉近一些我们彼此的距离，用爱来包容，用爱人互相踏躺。来，市长，来十秒。台湾社会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社会了。是。除了说在台湾的体制内，性平教育已经施行多年以外，最困难的婚姻平权的接受，已经超过60%民众是认为应该要推动婚姻平权。这个最困难的部分都已经跨过了，至于说未来要是王议员指教了立专法还是要修民法，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立法细节的问题，以台湾社会的包容跟民主一定有能力去解决这个程序上的问题。对，没有错。对，对，
蔡总统也特别公开声明，就是说我们都是国人，都是同胞，都是自己人，也许在立法的程序上有一些不同，但不应该互相攻击甚至互相仇视。我刚刚强调的，台湾社会真的是了不起的社会，对婚姻平权的接受超过了60%啊，这在其他国家的社会都没有到这么高的标准。那现在是最后面的细节了，一个程序上，我相信以台湾包容之大，而且这个大家一定有能力去解决最后的问题。好，谢谢，谢谢。好。好，谢谢王家珍议员。那我们继续的请了李忠诚议员、林彦珠议员，还有那个蔡依威议员，三个人共同共用时间，他们呢共用时间，三个人每个人10分钟，那总共30分钟。那我们就请那个林彦珠议员和李忠诚议员，还有蔡依威议员，那要由谁先发言？好。那我们就请林彦珠议员呢，开始发言。好，谢谢主席哈、哦。那个市长，我想一个城市的进步发展，应该是来自于自然与交通，是吗？是。好，是其中一个重要元素。好，那既然是来自于自然与交通，那我们来看一下，来放一下 PowerPoint。当我们看到的，市长，我不知道你了解这个地方是哪里吗？哈、哦。我希望交通局你要看清楚，这个地方设置之后造成了车祸，造成民众的不安哦。这一条是中山北路，这是鸟中二街、哦、那当我们所看到的，注意看，这是机车跟脚踏车。那既然是机车跟脚踏车，为什么是在这里？是四条，就是四条线的，这里是直行右转，这里是直行，好，这机车跟脚踏车，这里在右转，这里是刚开辟的大城，就是大城企业湾，这里前面这一端有两间房子，再过来到好鸟松二街，我们所看到的哪有一个地方划成两个右转？但是我们的那个机车跟脚踏车是变形在中间，你知道吗？当前端桥都拜卡达车拢总啊，必得被大车夹住，就像这样被大车夹住，他们要骑在这里嘛，那他还要再弯过去，这样的危险性哎，所以应该交通局，你必须要把这个地方变成是这个地方，他必须要做混合车道，在这里他要做成混合车道才可以右转过来，让把。机车跟脚踏车是在右方的，不是在左方的。我希望这个工程你尽速去把它改掉。然后下一张，来，市长，我想这个地方哦是我们永康人的痛。为什么你知道吗？这个地方在中山南路，中山南路这里是炮校，市长应该知道炮校未来要开辟。好，既然炮校旁边有一些绿地存在，那为什么？把这些绿地，因为它这个绿地有嘛，我们干脆请交通局尽速去做个右转车道，让不要每一次往新化要来的这一带都几乎塞到永康。我相信交通局长，你也要尽速去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他要右转到我们东桥七街，这里未来又是警察局、消防局在这里。你想这个地方假如是这样塞车的话，碰到急救该怎么办？碰到消防车要进入，然后警察局要办业务该怎么办？好，下一张来。针对这个地方也是在我们那个中正北路的永安路，我相信就是在台南商务会馆的前端加油站，在加油站这里，那这个地方也经常造成高速公路下来，然后就大塞车，整排整排的大塞车。为什么这个地方还有一些腹地在？为什么不把它设一个右转车道，解决这样的一个麻烦？我相信说这势必赶快去做处理。来，再下一张，市长，
市府建商各自为政，市民早惨受淹水苦。这市长，我希望你听进去，这个地方在哪里？好，台邦建设买了，台邦建设在建设，这些土地国防部都让出。那当国防部让出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好，台邦建设自己去做他的道路，这我们可以肯定这样的建商。但是呢，因为这里我们道路都没开辟，水沟都没做，哈，然后呢，包括这里现在这个地方护国路，哈，这一带这边嘛，这一条道路就是来到了底下是复兴路，复兴路往的是大湾交流道，是在这一边，就是在这里，在这一个地区，你知道吗？这一次的淹水，这个地方惨遭了痛苦。那当我去了解，势必在这一复兴路必须要把它原有的侧沟加深加宽。为什么？这是老旧的，它假如没有加深跟加宽，未来造成这一个地区都是大淹水的。所以呢，我希望市长要请公务局局长尽快的处理这样的问题。那当我们又看到了，好，这里有一块市场用地，当然在金花局，我希望那个金花局要听进去，原有的这一个地区是市场，可是这个市场未来势必国防部又要卖掉，因为它是商业区，它把它变成商业区，哈。那既然是商业区，它卖掉这个市场就不见，但是这个市场是传统市场，但是这个地方在开辟，很造成这一个地方现在开辟了之后没落，这些市场有的是先搬出去，看看我们这个市场用地未来能不能做保留。因为我知道都花局，都花局局长现在把这一块市场用地改为那个停车场用地，我们希望要重视这样的一个问题。好，再下一张，当我刚刚讲到了复兴路，好，当我们看到也要肯定我们的前水利局局长，他也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他在下端的复兴路他做了三个大的那个排水孔，好，那把它呢用支流的方式流到了，从这一个端到这一个地方是流到了复兴路一巷三十号，好，可是这里也是流到了建国排水这一条，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地方，为什么市长这两个地方它所用的是临时的排水，这也不对啊，你怎么可以用临时的抽水站呢？这个也要去处理这样的问题。那当市长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希望把我们永康真的未来，你在治水你都一直讲嘛，你要让台南市民不淹水嘛，可是这是一个噩梦啊，不淹水是不可能啊。来，再下一张，来，市长，这是我在我第一次第一届第六次定期大会我向你建言的，自办重化黑影重重，我希望你免去这些黑影重重，应该所要来做的做什么，应该让我们市府来公办。所以说在当时我向你讲的安南区北区新化区，哈，这一个都是在筹备中，27件，办理中31件，这是当时我向你总质询的。可是市长，来，我们再看下一张。市长，当我去查的时候，目前办理四地自办重划的中的，既然你违背对我的承诺，在103年，我看到的7件，来自于我看到的最大的面积，吓死我了。47.59公顷，24.78公顷，排名第三，第二是24.81公顷。我看了这样子，好，104年、103年就算了，104年，我们又看到了有4件，现在105年，我们又看到了2件。好，当我又去查的时候，市长，你有说过3公顷底下的才作为置办，3公顷以上的市府才来空办。可是当我看到哪一个只有北区1.2公顷，跟这一个新化区0.1公顷、那个，还有六甲区2.4公顷，其他还有这一个东区0.35公顷，
那其他呢都是超过。李议员，那所以市长，我希望这个问题不要违背你对我的承诺，因为我很相信你的人格。那个林议员哈、哦，第一个就是说淹水的问题，我们之前解决是外水，那现在是内水的淹，那我们市政府相关局势都已经都在检讨，包括你刚提的这个地方，我们会在短期间内把结果跟你报告。好，那第二个呢，这个从化，我在议会跟议员报告，也跟台南市宣示，就是说以公办为原则，私办为例外。那你刚刚讲的那个几乎几几乎乎都是延续性的，就是说从之前在我接任市长之前就开始提出申请，我们没有办法要求人家半途而废了。但是在我任内开始提出申请的，通通都是符合市政府向市民宣示的这个原则，以小面积三公顷以下为原则。市长，您的意思是？ 我一直认为，一个城市的进步，土地应该要。利益啦，发展的利益是归给全体台南市。这我认同，这我认同。啊，这个也是孙中山先生的理念嘛。啊，是、这个我们都确实是执行。好，希望我刚刚所讲在交通的这一个方面，然后在淹水的部分，是不是说在那一块，复兴里这一块，是不是尽速的把这一个地方的问题做解决？好，这没有问题，这个我们会来解决哈。包括你刚刚讲的那个交通，我也请张局长来研究，那并且跟你报告哈。好，所以你刚刚提到那个从化，我在这补充个资料哈。均合并前留下就40区了，合并前已经在进行的从化案就40区。市长，我看到的，来给我上一张，我看到的是这样子啊，是办理中的31件而已。对，但留下来就40个，我们有一些当然。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或什么，那但是有一些是他本身他的法定的权利没有关系，市长，这个我当然是对，在议会我跟你提过，你答应我嘛，对，没有。但是当其他人提供我资料的时候，我对你当然会有质疑嘛。那再下来就由我们忠诚哈，好，那他也对这个蛮有怎么讲，他认为这危害到我们台南市民呐、啊。来，来，市长，李议员你好。市长，我在总质询的时候，你有跟我说我为财团讲话嘛？那这是事实。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中石化在一百好，中石化的问题，你相信你比我还要了解，因为中石化每3个月都必须跟我们台南市政府环保局做处理、做协调。那既然，但对啊，那是法令啊。重点是我没有行政权，我哪来的权益？我何等替财团说话？好，来，接下来下一张，来，这个是103年国民党跟民进党政治现金收入的前16名，看我清楚哦，我是一个26万几的，其他，你说第一名是谁呢？第一名是谁？第一名郭国文啊，他们超级比比，好来，因为我看不大清楚，你会说一下。第一名是郭国文，1335万多，好，这是第一名啊哈，好来，接下来你说我替财团在讲话嘛，然后我们103年。市长心腹的民进党籍议员政治现金，哦，我是李忠诚嘛哈，每一个都多我超过10倍以上。刚刚我看到好像是谢龙介议员，他不是第一名，他是郭国文第一名，而且他们所政治现金的内容不是建商就是环保，好，我都已经看过了。那谢龙介议员他虽然有1000多万，他是1000、2000、5000、1万慢慢的哦去筹回来的。跟我们这些民进党议员是完全不一样的。好，市长，请你搞清楚状况。好，来，下一张。好，来，针对着刚刚我们林彦珠议员所质询的，好，自办的问题。来，市长，你说你都没有替任何财团讲话。来，府城客运，好，亏损一年，市政府将近有1亿8000万以上的经费补助。3家客运有1亿8000万以上的补助，那个是补助市民啊，不是。对啦，不是，好啦，好，我不跟你讲这个重点。来，府城客运董事长，好，钟什么村啊？市长你应该很熟哦，在自办，在自办从化上有惊人的投资效益，台南市是第一名。好，来下一张，他总共在103年3月准许成立从化的2期，合计有72甲。而且刚刚你说的不对哦，不是从你还没当市长之前就已经有的规划，它是103年
才来申请的。来下一页，来再下一页，来看这边，就是成立从化会的日期是100年3月13，两件都一样哦。所以市长，你刚刚说的是不对的，不是你还没当市长之前，这个从化就已经开始了。所以现在在进行了吗？啊，但是他成立了啊，市长不是说102年之后就是要公办了吗？不是自办吗？李议员，你要听清楚，刚刚林彦珠议员讲的是已经在执行了。对啊，那已经在执行的案子，好，那筹备会的成立是在以前合并以前。那我请问一下，这个是不是自办？这个是不是自办？成立是不是嘛？成立筹备会是他的权利，但是准不准是市政府。那他既然会成立，怎么会不准呢？我们要把它怎么会不准呢？当然，地震局他会有一个委员会去。好，来，市长坐下来。地震局，这一个进行的如何？请你解释一下，目前。目前正在筹划会中啊。其实我跟议员报告哈，2003年11月，我们定了一个办法，就是最少3公顷之后哈。这两年来，其实我们是核定了一件，所以这一件不会过喽，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意思？对，一件会不会过？会，来，会不会准？局长会不会准？你给我这个答案，会跟不会，会不会？这个已经成立从化会了。对啊，那会不会准嘛？我要这个答案就好了嘛。过了，成立从化会的日期就表示是早已经准过了啊。我跟议员报告 就准了嘛，是不是准了？准了嘛，哈，好，市长准了，好，请清楚，已经准了嘛，哈，所以你说还没有进行是不知道准不准嘛，那已经准了嘛，对不对？这个好 ，OK， 好了，离远定义上真的有好了，不，我不要老市长，你坐下，好来，这光这两个地方自办哦，自办从化的部分就已经72.37公顷了，那占台南市全部的从化面积有57.52%，这个是已经准了哦，已经准了。刚刚局长说已经准了，来下一页，下一页，好来，好，请问市长是谁在照顾财团？哦，你了解吗？哈，因为钟先生可以买公用设施土地，在一夜之间就可以解编，这个获利惊人。所以我当时跟您说的，拜托财团可以来协助我们城市棒球队。你说我跟财团勾结嘛，对不对？好，来下一页，来，这个是他买的时间，102年5月15号，然后这个的移转的日期，那这边好，总共有19570.18，好，面积，来下一页。那为什么市长他会这么的厉害？他总共买了那么多笔，1笔、2笔、3笔、4笔，这个不是学校用地，就是市地嘛。哦 ，total 有4笔嘛，哈，相信你看这个面积都不小，都蛮大的。那时间点都很刚好，都在市长的任期里面。议员，好来，我劝你不要冷饭热炒了。好，我没有冷饭热炒了。好了，下一页，市长，我没有请你说话，请你坐下。这个在选举期间，请你坐下来。你们也送到地检署调查。好了，请你坐下来啦，我还没有。你不要反质询哦，请你坐下来。这么刚好的时间，为什么？好，买完之后没有多久的时间，可以把它马上变更。这个时间点都很恰巧，都在市长的任期里面。有请看，五圣段、小北段，这个都是精华地段。好，相信大家都很懂这些地方。那市长您说的嘛，我跟财团勾结，我有能力去请财团来协助我们城市棒球队。我跟您说，我何等何能，我没有这个权利，因为我自己本身在选举的时候募款就募到真的很难看啊，接26万几而已，你叫我去找财团来赞助我们这个城市棒球，我跟你说我真的做不到了。那到底是谁跟财团的利益关系会比较好？相信我刚刚所呈现的所有的资料，好，相信侯雄雄进来看嘛。好，咱这嘛，这所有资料拢是市政府给阮的哦。
不是我们自己私底下去编造故事的哦，全部都是市政府所给我们的资料。那市长，依这些的资料来看嘛，吼，咱都唔免阁讲啊嘛，好让市民去评断嘛，到底是谁支持财团，让财团有这些办法，包括湿地重划，包含我们的好土地的变更，这个都是你们的行政权呐，吼，这东西我们做不到的。这个部分，你看大家去思考，啊，市长你嘛免阁讲啥，反正我们让大家去公平去。省嘛哈，去看嘛哈。第一个啦哈，刚刚重划那个土地是在合并之前，他们就已经在进行了，这第一点。第二点呢，那准是谁准的嘛？不啦，准的时间是谁准的嘛？他们这个有信赖保护原则的问题。哦，103年我们宣布之后，刚刚洪局长也讲了，都已经只通过一个案子，一公顷多而已哈。对啊，那你这两件已经准了吗？刚刚局长不是说已经准了，准他们可以自办的吗？而且这个是中央法令，它是属于奖励的限制。那时候一开始奖励的限制，那为什么？对啊，来来，局长好。开始是寻局长那么多的重划公司，偏偏就是钟先生他可以去办，而且他办的面积都特别特别的大，别人都是零点几，然后几多就是。多少多少而已，为什么他都是超过几家以上？为什么？来啊，你告诉我上面几倍？那个是有的是都市计划里面去规定说允许土地所有自办嘛。好，时间上的关系，来局长，你先好好主聊、接下来我给蔡辉议员总质询，自由发言。首先我跟市长建议啦哈，未来你啊，够高升级办会的时阵哈，要选议会的高调哈。爱慎选呐，哈，有时互为好个政党之间的互动哦，需要一个好个，我的头家啦，我自立贵姓荣誉长啦，哈，我办一个活动，阿来讲啊有我讲，啊我扫阮副会长，无甲讲伊看了蔡依威，伊就敲电话讲个，蔡依威，你这个活动敢有需要赞助某产品？啊，祝大家啊电脑几支？啊！你这么制定的这个阮议会高调吼，跳马甲放弃，两礼拜无消息。前礼拜五伫圣诞夜，我拄到，讲伊人，啊，我办一个活动，啊，甲制定，啊，甲物件无，过套个无啦。有时吼，你要电话，议会无够人。讲实在啦吼，无恁过对咱市政的推动无方便，没有恁过。有时想讲恁这个高调实在太恶劣、太过分了。哦，市长，你知我意思啦，哈。我好啦，免啦，我来讲尔啦。我时间你话你免啦，这是你指定的高调，我唔爱叫你争议啦，系我的代志。我知啦，我是讲啊，高调，市长，我的高调你指定的啦，哈。不啦，跟我没有关系嘛。不啦，我是甲你建议尔，后盖你啊，去高升找这个高调吼，爱算一个，哦，一个经费套去不爱准，两三礼拜唔准，我国民党议员的两廿多用不了，当用。卖讲刁难，刁难对你也无好，对副委也无好，大家笑你啦，因为是你指定的啦。来继续，志亮，其实实在我无啥爱讲，你伫议会吼，即外口对你的批评上大是安怎？因为你是市长，议员好不容易50分来议会总咨询，你不应该反咨询，因为行政权拢全部伫恁的手头。我自你讲，我要做南北的资料，你唔给我。我变来自公共利益来讲，咱市政府到底做对唔对？好，这个继续讲。蔡议员，我无讲唔合理。马进啦，要什么资料？马进啦，告进无啦，我不会知道。市长，告进无啦，我今仔接顺个无啦，这些我不爱讲啦。哦，真系讲了，我实不爱讲。这是新事实、新证据哦。第一届，咱的陈通土公庙，和市长议员用啦吼、哦。这钱你知啦，这出咧时间就过，卖讲足钱。第二届一个公庙。市长了，第三届是公庙公会用啦，第四届公务员市长，我这件最近阁认真去搜证，交因这人问，因甲我讲的啦，市长歹势，啊明明个庙你市长用，啊你着无欠钱，你阁好意要帮助民进党议员，干啥去啦吼？有你个市长办公室杀，有竞选总部杀，我敢问哦，我选举个鬼啊？卖去台温温暖暖讲，啥物有诶无会先生，无好听啦。我奉劝市长，选举过，你是民意之星，府会之间的和谐，对你未来真重要。哦，
我搁来给人家陈中土，因家人检举的时候，你想看卖啊？大家去算你啊啦！政治先生开收据，最后一张拢是因家官官头阿无的啦。来继续，一张。咱我即马要讲的哦，咱的财政处长到进就了无话，是咧惊啥啦？恁也做了坦荡荡，唔免惊人甲你公平。咱陈秘书长伫100年8月27日交开台南市未完成四地重划申请建筑执照审查表，过去的咧是拢无重划了，未当去哦。8月27日交开，9月7日订定审查表，9月7日马上准哦。哦，我想想，平常时啊，咱的百姓咧请建桥，爱看几个月，爱去拜托者，拜托者。下一页，这是恁的公文啦，吼，公文啦，吼，恁的证明这个公文，哦，秘书长召开，哦，订这个表，来继续。这是恁的表格啦，吼，阁继续。一地14天会当接近去完成。一面咧起大楼，一面咧重划，啊重划，我即摆咧甲恁讲，到底重划期间起大楼，恁是安怎算地价税？无花，啊无花，我特别来讲，人家建议的，人家讲的，民间听到哦，重点哦，我来继续。那么到底重划期间，咱市政府到底甲省偌济税金，这是一个谜啊。没有，有人甲我讲，甲我检举，交第一届议长选举犯的哦，足侪人杀掉300万，足侪人杀掉300万哦。当然，市长你是袂杀啦哦，你的清白，你的清廉，我赞成。唔过你为着民进党的前途，民进党的天下，你要控制议长选举，足侪议员候选人，我无讲对地党哦。我无讲对一个党杀掉300万咯、哦，杀掉人选举中间是毋是听你的？我唔知啦吼、哦。导致靠可能选两个根本。当然我伫真噶听足侪，毛人甲我讲，南方的第一届市长选举、议长选举杀足侪就能做公关类。我讲的哦，机会讲的哦，有责任哦。来继续，到底对两张继续。这啦吼，资料这我新年我家己提啦吼，20米的啦，这我真的服务处啦吼，20米的啦，啊这南方的地40米的啦吼，来继续，我的地我把它卖用，我公告地价1.5万，新年我延平路这边就75000，咱东莞这地平均的价销54000，我咽不下这口气，我咽不下这口气。南北的遐繁华所在，用公告地价54000，啊我50000，我52500，你敢想恁对财团看偌好啦？你讲李宗仁这团讲话，总数我嘛花10000块，环保局长来听起来，我第二回有做对间环保公司讲话无？我拢批评的，拢教恁来甲做好个，我有讲无？我人来到阵有对财团讲话无？你讲有对对间？环保公司讲话无？我是甲你来监督无？有无？没有。市长，伊要钱我当然收啊，因为伊是要选举中常委或者议员嘛。阮是一个当然代表嘛，唔能讲讲关一个字去讲讲，人替财团讲话，阮有这总出来讲啥物话无？唔能讲个抹黑无道德啊！好，下一页。市长，这啦吼，平均啦，平均的计数安尼算起来。50000啦，吼、哦，市长，您对这个，你敢想？因这个官邸起大楼，公园起遐水，公园天起遐水，我真个接受了百姓打电话来讲，啊，议员要收内底公园道路，拢按市政府的地哦，无人知呢。这个公园起遐只水，到底是公共利息，全部百姓要用，还是南方要用？我敢叫你做面条，大家就会讲爱这样呢，是为着咱市民的利益，是公共利益。我输你，继续。简单讲啦吼，市长，
这前界个论述啊，后界恁咧修正这地价税，唔通歪曲就细间啊！你何里用十五米的路线价全部拢关价啦？因这南方的做啊遮水，中国有公园道路，拢安市政府了的啦。一个中华案，咱新光吼、哦、新天地，当时市政府收二十几亿呢，吼、哦、西北个大征收的时阵。咱市政府是收，人要关掉咱市政府呢？咱伫南方的第三边个厝，丢丢了钱，地价侪无人收，红咩尔啦？即人你唔免去讲啦，即拢讲过啊，就是讲，敢若上济七亿七千几万，到底中位期间，咱到底地价税收偌济？到底你唔敢花嘛？唔敢花，给三百万造出来，足济人收了三百万，改变市场个选举，哦。恁唔好我，我讲也无道理，唔敢接受公平。一边起厝，一边起厝，一边中位，到底地价税你们来扣？我甲算一下，我看无千万的做单位，无可能，绝对无可能。你哪好打地价税提出来？大法官解释过安尼，公共利益即执行的需要，稳重需要，你们要给，到底无啊？我想袂开，时间换别人。啊，市长要回应一下吗？市长要回应一下吗？给音响，给声音的。一句话啦，蔡管理他讲的拢唔是事实啦，哈、哦，你刚刚讲的都不是事实。啊，好啦，你聊聊讲。我本来是要时间，让你讲啊，要让你延长一轮钟，啊，你都无来，哟。啊，来我们请那下一位像洪玉凤委员、蔡淑惠议员呢，共用时间，每个人为十分钟，两个人总共二十分钟。那我们首先由那个蔡淑惠议员，啊，谢谢主席哈。那个局长，你可不可以念一下这个《论语为政》第22篇？教育局长来，修平。你念一下子曰说什么？这应该看得懂吧？你不要浪费我的时间呢。对啊，他这个意思是……你念一下好不好？他的意思是说，人应该要讲求信用啊，就好像那个车子行在轨道上，是嘛？哈，所以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嘛？哦，对不对？那个我们市长。曾经为了吴乃仁、洪其昌说，如果他们有罪，要退出政坛，没有信用嘛，跳票。那下一张来，局长也请坐。谢谢。赖清德市长，请你到那个报告台来一下，请你到报告台备询。这个是自由发言的，这个时间是自由发言。主席。自由发言也是我们的总质询时间，请把我时间停起来，请市长到报告台，我要当面跟他对质。市长，你言而无信，一市之长言而无信，让我们不知道怎么追寻你。你甚至信口开河，你甚至信口开河。你在我总质询的时候。你今天我讲的如果没有根据，市长、高院不会，市长，请你尊重我的质询时间。市长，你在我总质询的时候，你信口开河说我在南区会选，以你高标准道德来看待每一个人，你对你这么宽以待人，你有没有啊？你为什么没有替我提出当选无效之告？我说问你有没有。你在指控别人的时候，你在这，你问我，我当然没有。我在南区选了六届，哪里来贿选？你这样子信口开河，你一市之长随便讲讲，那你现在意思是说媒体随便断章取义哦？你可以吊带着来看、啊。你今天看不起我就算了，难道你把所有的剪掉警方都当作催眉吗？都当作催眉吗？
市长，我只是问你说你有没有会选？动作陈美丽，我给他错笑，我伫南控哪会选？我当挑起叫他改。那个警察局长，黄局长，你马上给我调！我六届议员哪一届有贿选被你们警方查到？信口开河的市长，这样子在议事厅里面反质询议员。下一张，新修，来，吴新修局长，你虽然比我年轻，但是你应该听过妈妈洗瓜车这条瓜吧？慢好，歌词大概意思是歌星需要包装，他们需要形象，所以在外面生了小孩不敢承认，所以人家介绍这个小孩是谁，现在只能说他是他的小妹，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这样呢？歌词意思是这样嘛。现在民间谣传爸爸是起吊，甚至我们本会当年公开过有私生子，他没记得一个起吊哦，有私生子哦，我合理怀疑我们市长跟这个议员有很多暧昧的关系，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所以对他要提告嘛。以市长那么高道德标准，那有可能不提告？他怎么能够容忍人家去污蔑他这样一个高标准？爸爸是市长，我讲歌妈妈是歌星歌词，我想在座每一个人应该都懂。我问市长，你要不要做好做满？那是你对你后面所有政务官的一个责任，他们跟着你打天下六年，有人很多人担心你未来的两年到底何去何从，他是要继续踮在台南区，还是要对你去哪里打，你总要给他们一个交代。也有人已经找好了缺，准备到中央去就职，这样的一个市政团队让市民有什么样的一个信心，有什么样的一个信心？方局长，你是不是事务官转政务官？原来是事务官。是嘛？那未来市长如果没有做好做完，你要不要跟着同进退？要不要跟着市长同进退？未来有个人离乡背景到台南市，只为了跟随明日之星的赖清德市长，有可能不做好做满，两年内两年不到就摆脱你们，遗弃你们。我要求你承诺，要不要做好做满？不管你要不要做好做满，你承诺你卖做好做满，他们赶快把握框框去找人的出路。我觉得你要对你所有后面这些政务官有一些交代啊，有什么错？对市民有交代啊，有什么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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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了让你自己合理化抹灭我们议员，对我们所有的议员反质询，你很清啊，你是明日之星，你有媒体，你有钱谈公益媒体嘛，这个功课我们没有，我们就是一个小小的议员。市长，的时候市长当然一定要回应、啊、市长，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议员，就像刚才郭清华议员讲的，一个民进党议员都非常的无奈，在议会讲话大家不听，官员不信，因为我们都被你压在脚底下，被你做小了嘛，我们被我们的赖美会议长压小了嘛，我们很无奈，我们选了六届的议员，我们靠自己的本事，靠自己的努力选的。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没有贿选？你要不要问一下你们子弟兵有没有贿选？你会这样问他们吗？你怎么可以这样污蔑人家？你一路这样走上来，从国大到立法委员到市长，我们得罪你什么？议员站在这里质询市长，杜阿赫你啊！我们得罪你什么？ 你怎么每次都跟我反质询？你什么都跟我反质？我什么时候跟你反质询？市长是爸爸是市长，我有功利你。你当然没功我啊。对啊，爸爸是市长，有功利你。我的董事长在公开指责，你都对他很暧昧。哪一个？是敌非友，不会提告。我合理怀疑你们有暧昧的关系吗？你们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在议会咨询过这个议题，就洪玉凤议员而已啊。啊，你对洪，我跟他有什么暧昧关系呢？对我们洪议员还真好哎、欸。不是，我跟他有什么暧昧关系吗、哦？你对他还真好呢。洪议员，那个蔡议员，暧昧关系难道就是男女之间吗？暧昧关系不是只有指男女关系哦。蔡议员，暧昧关系绝对不是只有男女关系。主席，你跟我说，你知不知指男男女女？主席，你知不知指男男女女？
会学主吧，那个学会听的。你爱男生爱女生，暧昧关系不一定只男女关系哦。你们也觉得我们副议长在整个议长补选的过程中，跟我们国民党团有暧昧关系，这是男女关系吗？当然不是，政治上也有很多的暧昧关系。你觉得洪议员咨询过你这个议题，我就把这个议题交给洪议员。蔡议员，我担任市长第六年，不管议会议员怎么跟住我，我都没有去提告。你欢迎你提告，欢迎你提告。我那一次是循着我们其他同事的话讲的，我说董念台先生悬赏100万，讲要找市长的苏兴柱，我说他搞错了啦，他没有儿子，他只有女儿啊。但是你也没有说怎么，你也没有反驳啊。那我觉得后来我有讲啊，我觉得啦，应该是市长跟这一位老师，这个都是抹黑啦。这一位老师跟我们这个中部某学院的老师有很好的默契，所以你不讲话，我也不讲话了。啊，你今天还要提，那不是我提的，第一次不是我提的哦，我是顺人的话讲的哦，河流顺便康哦，市长你不要搞错了。那我要讲的，来，我想就循着今天的议题啦哈，市长，你伫议长选举的时阵，你一直讲党团自主，无介入阮行政机构的龙头选举。但是当选书的时候，李全教先生拿了29票，所以你说台南市议会是一个黑金议会，不准执政党的议员进到议会来开会，因为这是黑金，你要挑战体制，甚至包括监察院跟你弹劾的时候，你都说这是向黑金怎么样投降嘛？哦，所以你认为讲对你来讲是不公平，但是当这届补选的时阵，林选赢摕几票？33票。虽然我胜算不是足好，33票，含顶届选举多好加7票。这7票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也不可能是台南市议会先做好票以后投到票轨里面去做票。那显然就是你这29个黑金里面有人投给你的，你在媒体上面一再的显示你是挑战黑金的胜利。我不知道我算是这么的人，我就感觉说奇怪，那用脚头想也知道，如果没有那个黑金七票给你，你是要怎么赢到这场的议长选举？你说你是挑战黑金胜利，我感觉市长你可能把那个戏码弄错了，你是向黑金投降，双手跪下，臣服黑金。你是向黑金投降，你要讲你。这个算术很简单呐、啊。我跟你讲，因为29张票不是每一张都有问题。市长，33张票都公开的，都记名投票，都不是有问题。这个算术很简单，都不是有问题。但是呢，你抹黑了这29个人都是黑金，你抹黑了你没有办法。举证的29个人都是黑金，所以这是台南市议会是一个黑金议会。但是当你要取得这样子的一个主导权的时候，你不惜向黑金投降。所以我是要跟你提醒，卖个骗啦，信口开河，这就是一个例子。你根本就是跟黑金投降，你哪里是挑战黑金呢？那个是记名投票。下一张。我想刚刚蔡议会议员有提到了哈，那我就不提说，那个财团是不是有交付给要预算议员的人，一个人300万？但是我比较较清楚看到是讲，那个财团伫台南市全部的扛棒位置，拢给他付某一个市长的子弟兵在用，所以伊和财团的关系是不是足密切？我想就是市民朋友，大家家己去思考去想象。那这个呢，是有经过法院。经过检调单位调查的这样子的一个证据啊，拢总410万，这工会你敢输？欠来的钱410万，230万用5届，用1000块，5个袋仔来袋，是伫个103年交予市长室的
黄先柱先生啊，伊虽然是伫你的竞选总部交钱，但是伊的身份是有几职的，有几职的市政府顾问兼市长室的主任啊、哦，所以这无代志。啊，别人讲，你叫伊加入民管理党的将来，伊若要选的啥吼，我叫人家倒卡手，安尼判四当官，啊，这无代志。其他的180万是给送给谁呢？担任工会顾问及勤于问政的议员。那勤于问政里面有两位，一位叫吕维印，一位叫唐一进。唐一进虽然过去捌做过一届议员，但是伊迄届唔是现任的议员。吕维印他是从市政府市长一路栽培来的，根本还没有进到议会，他哪里是勤于问政呢？哪里是勤于问政呢？没有当选议员，怎么能够勤于问政呢？所以这个团体送钱给他们，这个标准何在？我想所有人都嘛想会到，这就是他们送多少钱？可不可以讲一下？我想你不相信，你可以去看，你可以去看那个我们那个法院的那个公文。多少钱呢？他们一个人拿到多少钱呢？从头410万，支配的人叫做黄先柱先生。好，你应该讲一下他们拿多少钱。那市长，市长，我要告诉你，刚刚参议会的300万我就不讲了，我现在只讲这个法院里面的证据。好，当我们这个合作厂商，我们的住那个照顾住宅的合作厂商陈董事长，去第一届去和检调问的时候，伊安尼讲，伊讲观看是和市长甲议员候选人。第二届伊翻口经，伊讲无啦，我这是统筹作为工会甲市长选举的政治现金。第三届复训的时阵，伊讲捐款并无限伫个市长的捐款，无限伫个市长的选举，那就是说，他这个捐款410万，很明确的，就是循着黄先柱先生指定的，你这边交给洪议员这些议员候选人。你上面写的是230万，怎么又写400多万呢？230万加180万，你真正做动作，我算数真正做歹呢。我是欠你，你动作我算数做歹哦。两百三加一百八，不是410吗？所以，我跟你讲，他们市长，你市长，你不要鸡蛋里面挑骨头，我这是法院里面有资料的，你可以去查。法院资料，法院里面国民党的议员也有收到啊？当然没有啊。国民党的议员也有收到，当然没有啊。我只要讲，他是循着你们黄先柱先生指定的。洪议员他们有没有赞助你？当然没有。建筑投资工会有没有赞助你？当然没有，当然没有。你还要信口开河吗？你还需要信口开河吗？我只是请教你。你要信口开河几次？我只是请教你。这是你信口开河其中的另外一个例子。好，下一张。那天11月30号，我们蔡秀辉议员伫这个议事厅，你一定坐伫遐足欢喜哦，看到议长咧甲你指责啊。大声声！我无听到啊！你无听啊？你耳朵干阿歹跑到我前面来啊！你要不要去那个看一下耳鼻喉科啊？盛泽、啊，因为蔡议员跑到我前面来，我在跟蔡议员对话，所以他讲什么我没听到。你出来，你把传一看耳鼻喉科一下。我是第二天看报纸才知道。阿妈爱看目睭哦，爱看目睭是台北的议员呐、啊。我想，这个议题不是市长的议题，您请回座。朱先生。你想到今天没带没几来做助兴？那天我们循着我们的这个组织，我们的组织规则啊，我们地方自治法的那个组织规则，啊，跟咱议会的组织规则，拜托秘书长去甲赖美惠议员讲，我两个要去询，请他回避，请主席回避。我们是循着法规哦，但是他不愿意回避，啊，结果你没带没几。你怎么想呐？你挡箭牌呢？你动作你是挡箭牌呢？今天虽然主席不一样，但是我还是一样要说，这是发生在我们十四届的例子。你问的你所听，当初我们的陈淑荣议员质询许天才市长，结果许天才市长加受气，甲伊美工泼妇骂街，为了这句话。陈议员状告市长，求偿1000万。他这1000万是要给
妇女团体。结果这件事情怎么收场？许市长他就讲了，伊讲我无可能伫这个艺术厅，甲议员讲你叫做泼妇骂街，因为这是人身攻击。所以他说我是讲泼妇骂街式的质询，那如果因为口误造成误会，我在这里公开道歉。那我想在民主政治里面就是要表现风度，所以当时的柯天才市长表示民主风度，陈淑荣议员也表现了民主风度，所以这个事情变成虽然过程里面有争议，不过他的收场是圆满的。但是我不知道我们的赖美惠议员是什么心态，因为我发言变变的，我们的法律里面并没有授予主席可以人身攻击在议事厅里面质询的议员。他骂我们两个是泼妇骂街，他骂我们是政党的打手。哎，我两个坚持理念，我对理念的坚持，我来捍卫我的理念，有什么不对？我这种精神不是那个变色龙会当了解，变色龙就没有办法了解坚持的价值在哪里。我们就一路走来就是这样子，不是像那一个变色龙啊，今天你不敢来做主席，变色龙你可以知道我这个坚持的精神在哪里。台湾人可贵的精神就是在坚持。所以现在可以人说议会叫做艺术国，当然比艺术国啊。那一天听起来我们也蛮伤心的，新娘办一个运动会，结果那个书记把所有的人都介绍，包括立委的助理一介绍，包括现场的校长一介绍，他就是不记得说那有一个官衔的人叫做议长。到最后快要结束了才发现说，哦，原来有一个叫做赖美惠议长，他坐在第一排，他坐在第一排，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就是看到市长的人唯唯诺诺那心不化的走到要死了，啊，看到这些同事大小声激情激傲，所以你不把他看在眼里，包括你的职员也不把他看在眼里。但是毕竟虽然在选举的过程我不认同他，不过他现在对我是代表台南市议会出去，结果出去台南市政府是怎样阿曼尼在对台湾的龙头，你说我们会不伤心吗？所以当然是他自己啦，有他自己自作的啦。啊，我要跟他说，法律里面没有授予他这样子的权限，可以在议事厅里面对议员人身攻击。我请他如果要做主席要坐点那位，把这本读得更清楚，啊，如果没有就是大家法律见，大家法律见啦，这样阮就袂当怪阮无代念征婚哦，阮是事先有根据这本拜托伊回避的哦，是伊家己吼无爱回避硬要来的，所以才造成迄个结果。但是今仔日唔捌看到台湾倒一个议会有一个主席会当骂即阵的议员叫做泼妇骂街，涉及这么严重的人身攻击。我想赖美惠小姐。如果你没有处理的话，那我们就会法律见。好，谢谢蔡卓妍、洪雄远。那我们接下来是那个卢坤仪演了。那我们由卢坤仪演呢，咨询时间为50分，十分钟。那卢坤仪演时间10分钟，那开始。哎，起掉，起掉，那个，恁民进党的吼，哎，阿莫倒落去，那个你们民进党吼，目前好多都支持台独嘛吼，当然这是你们的权益啦，可是吼，我是反对台独，食倒火哩倒，吼，反对台独，起码目前吼，从中央。在咱这个今年九月吼，那个蔡英文总统吼，伊有讲嘛，咱九月已经将那个监所收容
人数的四成了、政府绝不会放任毒品的泛滥。啊，你敢知影即卖毒品吼，像迄三级的、四级的，迄你也着吼。即卖毒品吼，我听你讲的，我是唔知道，我是唔捌你，你个知咱人无咧食毒品嘛？啊，即卖毒品吼是有够俗的，等于超一杯凉的计少呢。啊，难道这个不叫是泛滥吗？佮而且吼，伫教的，包括顾立雄。顾立雄是恁不分区的嘛？他的说一言一指都要经过你们中央哦，你们包括恁蔡英文总统，我听大家当讲嘛，他也要把他给除罪化。我今嘛吼，身为中华民国的国民吼，实在是足烦恼啊。现主席吼，大家拢说，大家拢知影。所有的社会犯罪啦，拢是因为85%拢是因为毒品、食毒品而发生的，包括害家己的是大人、家己的兄弟姊妹、社会动态乱象，包括奸淫谋杀，迄大部分拢是一挂食毒的。啊，即马中央吼，蔡英文总统吼，你即马阁用十只牛去来拖，阁拖袂行啦。那如果未来啦，那真真正正这个毒品除罪化吼，台湾绝对阁愈乱嘞。可是愈乱的过程吼，我身为台南市议员，我上个基本我会当要求市长，咱会当制定地方制度法吧？敢是？你看会当无？因为多谢老议员对反啊对毒品方面的关心嘛吼，即摆地方制度法。看内容啦，哈，啊，否则的话，其实大家拢无意见嘛，就是讲你行政作为变怎去执行的问题。啊，第二点，袂噶，唔啦，我跟你讲，恁就是叫恁回答，啊，恁个底下个拖开，你是爱大家拢食毒卡会使好啦。地方制度啊，看内容嘛，你要有效啊。怎么没有效啦？那你要钱呢？现在搞掉。一般的。恁抓到所有犯罪，恁的记录内底是毋是食毒来发生到其他的犯案的？是毋是有够侪？85%？对，以毒品再犯的率当然是很高。当然嘛，对不对？你请坐，告局长，你知道现在毒品的犯案把年龄层都已经降低，包括国中小都有了，你知道吗？有最近的这个报告。有显示说，有年龄层有向下，有向下嘛？好，你请坐。卫生局长，食毒品，你报那个报道里面，在一般的媒体报道里面，大家有一个共识嘛？即卖三级的、四级的，迄种抓到也无做的，讲要什么爱劝导的，包括爱有检察官认定较有乐界，类似这种食到尾啊。假卡杯啊吼，那个连自己的屎尿都没有办法控制，对不对？多谢议员，我想咱常讲哦，拉 K 是一时的吼，尿布一生啦吼。啊，目前三四级毒品真的，诚如议员讲的吼，伊目前是以罚款跟处遇的，就是讲爱来上课为主。啊，我嘛希望讲把这个拉 K 的行为吼，尽量去有一些比较积极的、严格的一些处罚的方式。谢谢。起掉。我咧甲你讲，这个议题是足严肃的。每一个，咱的以咱，你看比咱较落后的菲律宾国家，迄总统上位了，他们用强势的方式打击这些毒品制造者，包括贩卖者，包括使用者。你看，无一个人会讲伊这个总统唔对。我们现在台湾。尤其中央甲即马甲地方拢是恁民进党执政，每天讲的是人权呐、啊，讲的拢是人权呐、啊、仁义道德啦、啊。到至今吼，到现在仁义道德为着遮食毒的，为着遮做歹代志的歹囡仔，你伤害着遮善良的百姓，啊，遮善良的百姓的人权在哪里？我今仔日身为台南市议员，中央我管袂着嘛，
我知道中央现在很主席在酝酿的毒品除罪化，我上个基本的，我嘛还阁会当要求你取掉这里地方制度法啦。顾立雄的版本不是除罪化了，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你今嘛我跟你讲，现在的泛滥已经，我慢慢的已经形成。如果你如果坐视不理的话，我跟你讲，台南市就对啦，会愈来愈害。台南市的今嘛的囡仔吼，要得到的，要得到这毒品吼，足简单的，你敢知影？我是很感谢卢议员对这个议题的关心，但是台南市的毒品防治工作，中央的评比是第一名啊！我非常重视毒品的防治工作，所有的会议都是我亲自主持的。好，我现在是在提醒你，中央我管不到，对，中央我管不到嘛。起码以顾立雄现在进前的发言是检察官，伊还阁当裁死，连起码连检察官都无管呐呢，无管呐呢。伊讲，感觉内底关伤过侪只食毒的，这后壁的方法是啥物？我相信你比我更加知影。我希望咱地方，咱上届基本，我身为台南市市议员，我会当建议你赶紧做好你某迄个义务啊，替咱啊老百姓把关啊。你敢知影这食毒影响着一个囡仔一生，影响着一个家庭呢？影响着整个规个社会呢。如果那是有除罪化，或是已经嘛很出奇哦，以现在来讲都已经泛滥哦。未来如果把这个更放宽的话，台湾是愈严重呢。你看，你这个核灾食品，我跟你讲，你的态度是足重要。在日本还未开放那个核灾地区的那个食品进入台湾，给已经逃走啊！你看你的态度，好像没有关系啊。哇，那是因为因好像没有重点，你的态度嘛。无啦，私人态度现在最重要嘛。私人违规带进来的，没有关系啊。你今仔来讲，卫生局长、环保局长、什么局长，如果有关系的局长讲，你若无赶紧处理，你这个胃不饱哦。我相信他们会更加的努力，你不是啊？你让我们感觉，让人感觉就是讲没有关系啊。搁而且讲啊，我卫生讲家己厉害啊，啊恁个唔免搁再讲啊，我知影啊，不痛不痒啊。你的态度足重要，你听下无？也不是海关进口的。你今仔日是一个爱民哦，你是私自带进来的，或者网购的。你也足紧张，你听我说无？你今仔日若真正是爱台南市民，你也足紧张。你看呢？啊，这代志该怎发生？你用这个态度，我今仔日跟你讲的，这是拢足理性来探讨未来台南市民要安尼个那个安定。这个我们很感谢，对不对？不是，你今仔日的态度，互人的感觉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就是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就是有关系啊，不是没有关系，对不对？没有关系就是有关系啊，啊，所以我跟你讲，市长，你的态度是非常重要。所以我在这本身在这要求你，日本的核灾食品甲咱这个毒品，赶紧来设立地方立地方自治法。有法度无？你交代一下，甲你立落，由议会这议员，你来做裁决嘛？那个卢员，因为有一些权责是属于中央啦，并不在我们的地方。我告诉你好。我跟你讲过啊，中央吼十只牛给拖袂转来，叫伊卖开放日本，咱台湾的产品这尼啊多，日本啊一百项啊，一百项食品，然后一项是核灾食品，你敢知害咱台南市民，害咱的家家孙孙啊？再给一分钟。知影？你敢知影啦？日本啊是灾区啊，如果一千项、一百项，一项是灾，一项是有毒的，何人？核灾的食品有关的有毒的，佮害着咱台湾人啊！你嘛是硬要多强要一万，啊是无日本人无日本的物件，通食会死哦！哈，啊是为甚物佮伊当作阿公？日本人敢真正咱无日本人食袂落饭哟？敢有人安尼？这段时间我家己一只咧，有当时啊家己静静咧想，就讲，
中央甲地方拢是民进党执政，应该就过去恁的政见，包括恁的做法为人，恁无可能发生的这个代志嘛？甲日本无爱起的物件，甲要杀过来台湾，恁若国民要来收，而且上届我纳闷的就是讲，民进党的民意代表、立法委员、议员，拢无人敢出来讲话，无人出来敢对民众讲半句话。再给一分钟。安尼对得起市民吗？连恁的毒品要入来，无一个敢出来讲话，你身为一个白目瓜，查到毒品已经到手啊，嘛迄个态度完完全全当作是无要紧。台南市的市民，看伫眼内，会当让你继续安尼吗？我想无，你敢知影？日本是恁安讲的啦，啊是恁拢是日本派过来的啦。你嘛，让阮家己的感受讲，到底是为了什么？日本人若讲安那，恁就安那照安来讲。如果恁若是讲啊，歹势，我个日本派过来，我会当甲恁接受。恁是台湾人民所付托的，对恁的寄望。结果不是。好，谢谢。那我们请到杜树人员，时间为十分钟。好，谢谢，感谢主席。我想时间无限的哈。啊，迄、那个来咱的影片放一下哈，咱市长的团队哈。啊，市长再甲我看一下哈，上伦理常说会哈，这上伦理是本身我家己的理哈。啊，这间内底可能也无够十平哈。啊，来过来，好是，迄、那个我即马要针对要讲，来个继续好，好，好，这张放来哈。迄、那个市长，应该你每次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为了阮上伦这个中秀俱乐部这个会址的争取。在当初八十年，民国八十年的时阵，阮这个会址就是咱的庙地，来给阮的公所同意来起这个活动中心。那么到二十年后，咱庙要登记，把活动中心处理掉，和庙来起。那么阮的中秀会就无当去啊，就是伫塔都啊迄张，遮尼细间。来，吼有人吼来底，市长，阮即马会长遐吼，阮的会务一个月做3000块，就是安尼，有可能无？阮有300个迄个中秀会的即个会员吼，我一直咧争取来囥到上尾啊迄张，伫即张86桥下，伫庙底要来套等的时阵，我们就一直努力到公路局，就是咱的86的桥下到。公路局伫咱新化段到咱的中央交通部，全部完成同意，就是伫今年咱的5月31号的公文同意，即块是要保养。迄一天新化段内底人佫讲，杜议员你争取了太早，若无咱规线的86个，拢是咱的客运公司要来借去放因的客运车。多恁总料有较早，那么整个的过程拢好啊。我讲过吼，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风就是咱台南市政府。总安你咧笑啊啦吼，拜托的啦。这个长辈真正伫迄角啊，我是会足不忍心的，因为我迄一天即顺等伊，伊讲素人嘛。咱真正无一个中秀会的所在，行去来聚会，真正会笑破人嘴啦。佮伫咱的所在，所以我唔怕讲。啊，因为我今仔日50分钟嘛，无够时间行去讲，好，我佫有10分钟。我佫来议会建议咱的市长、咱的局长，是毋是赶紧想办法来，互咱有一个着落的。当然，我要甲伊讲。咱要做一项代志，是咱无法度去取得土地，咱无法度直接落定一个建筑体。那么土地，阮已经捂两冬啊，捂好啊，即马就是只欠我们的东风，吼。
我想杜议员针对咱上伦理这个啊中秀会活动空间吼，其实这议会内底嘛讲过啦。对，每次因为嘛爱借这个机会，搁再度赶快，因为其实过去只讲我拢赶快的啊，迄、那个讲法吼，因为上伦理其实真是活动中心并不是无嘛吼。啊，过去因为这两个活动中心，你唔好搁再讲两个。但是我一定要我讲，我今日为什么无甲原来迄个活动？你点点听我讲，我无甲迄个活动中心，无甲迄个活动中心吼，翕互你看。真正有够诶，市长过去伫阮九轮里，就是因为阮真大力，我诶服务处遐个叫交情卡，即、這个。活动中心徛起来就是本身的上伦理。那么伫当初，阮的乡长送乡长的时阵，就来起两个活动中心。这个徛起来，这个伫上伦啊本村较大个。另外，阮交情卡这个所在较矮、较细个。你看，能力偏远遐大，大你个你点点，大你个拢徛起来啊，所在我嘛去照好啊。尤其搁伫咱家己庄仔内，我真正看到遐个长辈，大家知影讲啊，一只脚踏车骑好，用骑好，来这个所在，我真正是很不忍心。所以伫过程的当中，市长清楚你知影，咱要甲公路总局，甲因答应，咱是公文，为咱公所新化基站一站一站去到总公司啦，讲较紧的啦，总公司较搁一站一站收管落来到基站啦。那么都同意了，所以我今仔日这十分钟的质询，吼，我直接甲市长你报告，所在无问题。伫明年度，迄、那个陈局长中安，伫明年度，我希望恁找出经费，咱要用铁皮、铁片来搭起来也无要紧，让伊有一个便所，有一个所在通啊围扎，吼，互遮的长辈来遮，因为我搁来讲，你会当下晡时啊来。下晡时啊，规个长辈拢伫桥卡，拢伫桥卡，拄啊一担咧卖乌链米花，遐个长辈拢伫遐坐，伫遐食乌链米花。啊，你讲另外招请卡，我个服务处即个较少，而且咱个迄种据点个嘛伫遐，甲本身阮招请卡只个有一两百个会员，吼，有一两百个中小会员，所以你袂可能。的空间其实真拢无，你无解五百个钱只，所以好，局长，你请坐，你请坐，局长，即、這个你卡甲中安。授权给伊去明年度看安那，咱用简单的来娓娓答答，吼。这个杜议员当然真感谢你对咱地方长辈是大个关心啦，吼。不过咱即摆先卖讲活动中心要去唔去这个问题，我个人的看法，86号桥下这款的空间应该要留作紧急使用啊。没有，因来讲了啊，因拢来讲了啊。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讲用一个固定的活动中心的。位置在那里，未来会影响这个地方、没有这个城市的紧急使用了、啊。市长，第13街这段，13街中秀会，伊遐是用气的，人用气的，咱即马是用铁皮来搭台。过来，人公路总局有讲，面顶改留几公分，会当互伊看到面顶遐桥梁都没问题。所以我讲，卖就你的角度。咱就现有上伦理这个长辈，拢无所在角度来解处理。所以，他如果单局长讲，不是讲有活动中心，啊，另外一个中秀会，有哪有所在，敢不是？另外一位作秀嘛，啊，无得市长，你哪有时间嘛？咱拢会当来做伙看嘛，吼。所以，中安就去处理吼，市长。你请坐，收款落就对了啦。这家己的所在，你毋知影，咱拢古早听到一句话，笑破人的嘴。阮遐长辈拢甲我讲安尼，所以嘛，咱家己遮大庄，啊无一个中秀会据点，实在笑破人的嘴啦，吼。所以这点吼，我重申者，你明年你去处理啦，吼。啊来，咱社会局的刘局长吼。我伫遮吼，嘛甲刘局长吼，你迄个探讨啦，吼。因为伫过去，咱的县市合并了后，咱仁德有一个老人文康中心，
伫过去，咱市府有想要收倒转来，但是伫迄阵过去伫林德乡的时阵，就一直继续咧用，有真济所在一站一站拢人咧用。那么伊的楼卡就是咧，互阮社区也好，人计撮好，拢伫遐办的。那么办的的当中，应该是你阿未来接，因为迄阵的曹局长去考核，就讲遮未使办的。袂使办到，咱中秀会嘛咧办到啊，地方的需求嘛，吼，所以拢是安尼用。我即卖要甲你讲来讲，你有甲咱的法令互我看，我知影。但是我即卖伫遮个重点，就是要甲你讲，我们恁授权和公所，就是讲，迄、那个有几落项，咱社区需要，社区需要拢会当，咱并无明文甲伊讲要办到。所以伫公所的角度，伊认为讲过去的曹局长拢来甲我考核，讲袂使办的。那么伫你的角度，你无要考核，袂当办的。所以以后我们再考核，就不要考核，袂使办的。因为呐，37区有文康中心的，大家拢会利用这个场地来遐过境带新妇办的，而且伊内底冷气。我嘛爱出租金嘛，唔是讲遐是无相互人用的哦。租金了，钱嘛是搁交倒来咱市库，所以我伫遮甲你建议安尼，咱就是安尼，吼，咱就是安尼做决定。吼，议员，我嘛是爱甲你说明一下哈。第一，我问过阮的科长，伊讲从来没有就这个事情考核啦哈。那至于曹局长口头有没有这样讲，我不知道。再给一分钟。但是哈，但是议员。咱有讲过，我嘛有发文啊，所有的区公所，哈，讲咱有一个其他用途，是其他用途，迄就是管理机关，管理机关所有的，因为咱37区，其他的36区拢无这个问题，嘛无区长拢无这个困扰。好，啊，即马就是干那认得，哈，伊安尼讲嘛，啊，但是我叫伊讲提资料给阮看，讲什么时阵，阮甲你要求袂使办到，伊提袂出来，哈，啊，另外就是讲咱。即届有发文，所有的区，咱拢发文讲，管理机关是区公所，是，对，所以他要不要核准，都在区公所，阮无，阮无甲伊设限。好，是安尼，家己。那谢谢你，请坐。安尼，我著甲公所讲，人要来借嘛是缴钱，为着人办得方便安全嘛，吼。所以我著甲区长讲，你著会当借人啊嘛，吼。别区你讲啊，别区无这个问题啊。阮无去，阮无去宽限，就留区长做决定，吼。好，谢谢，谢谢。那你请坐。好，那我简单的。再给一分钟。好，再给一分钟。好，谢谢。那讲较紧的市长，所有的团队，你嘛知影，为着地方，我拢一直咧拍拼、咧讲、咧争取、咧做。所以，阮甲恁反映的，你们要听进去，吼。所以讲吼，迄、那个陈局长，每年都你得去处理遐代志，我就不要再讲了。一年啦，遐长辈拢讲。啊！你这个赵润啊，新妇啊，家己无中受贿，你拢无咧用心。我讲我唔是无用心，我非常用心。是迄个局长迄边拢无迄个心，这个东风就是你啦。我已经是辅导，咱两个中受贿有空间，唔是无空间。咱应该是温和以一个较熟悉、完整的空间来甲因辅导啦。好啦，安尼就好啊。我十分钟简单啦，谢谢市长啦。请市长回答一下。当然，对导游员地方建设这个理性的文章，这市政府真欢迎啦。哦，啊，我有来请陈局长，哦，事实上我去了解。哦，但是今仔日的这个质询内底，其实真侪拢是抹黑啦。哦，拢是抹黑。啊，这点就坦白讲，这是真可惜的代志。哦，但是我要甲台南市市民讲，真金不怕火炼。哦，莫讲含财团无关系，我个人的私生活。嘛，拢真正常，无因影射遐个代志。好，谢谢。那我们今天的议程都到这边，下午就照议程休息审查。那我们上午的市政总决选到这边结束。好，散会。